值此情人佳节到来之际，送给大家一首歌曲。Come on。世界之大，为何我们相遇？难道是兄妹？难道是亲戚？今天是2月14，传说中的情人节。满大街的男男女女都要在今天过节。平时卖的玫瑰花是2块钱一朵，今天晚上都翻了10倍，姑娘还是乐歪了嘴。今天是2月14，传说中的情人节。我打算回家一个人待着，没事看书吃泡面。可有个傻逼在微信上问我，你怎么还是一个人？我忍不住的对他喊出这样亲切的慰问：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13多年的兄妹，祝今天晚上的电影院和餐馆全都没座位，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13多年的兄妹，不管是莫泰如家、7天汉庭，全部都订不到床位。情人节吧，一枝红杏出墙来，过你们的情人节吧，意外怀孕怎么办？过你们的情人节吧，一枝红杏出墙来，过你们的情人节吧，意外怀孕怎么办？不是我不小心，只是真情难以抗拒，不是我存心故意，只因无法防备自己。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13多年的兄妹，祝今天晚上的电影院和餐馆全都没座位，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13多年的兄妹，不管是莫泰如家、7天汉庭、速霸假日、锦江之星、格林豪泰、橘子水晶，全都没床位。过你们的情人节吧，一枝红杏出墙来，过你们的情人节吧，意外怀孕怎么办？过你们的情人节吧，一枝红杏出墙来，过你们的情人节吧，意外怀孕怎么办？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情人节快乐。